桥。那会有位呢，令您预约他来这里搭船游湖。但是现在所在的船，船名呢叫做码头，在编号2773的机经解说人员，我的名字叫做雀巢，雀巢也就是我的。身旁呢还有位船长，他的名字呢叫做红茶。今天旅程借由雀巢红茶来帮你们做个服务，来帮你们做个介绍。在出发导览之前，两项的游戏规则务必遵守一下，就是100分位置一度都在船内方。我们这个沙发坐垫椅底下的有一个小门，打开就会看见救生衣的。这艘船呢，备有60件，如果大家来做穿着的动作。第二件事情，跳下船时特别危险，请我们工作人员把绳子都系好了，再来做上下船的动作，以免发生无边的危险。那各位，今天的景点呢，大致上都会出现在右手边。来，各位看一下船只，右手边。来，右手边看过去呢，就是一栋灰色、咖啡色相连起来的建筑物，日月潭五星级大饭店潭碧楼所在之处，它的早期蒋介石先生住过的行宫、行馆而来闻名。那各位仔细的看一下潭碧楼，潭碧楼它有什么特色？有看出来了吗？啊，你们看了那么久，到底有没有看出来？都没有。是斥了23亿所来打造的一间饭店，那外头有一个弯弯的帆船架，哈，那个不是刷油漆哦，那是100%的纯黄金，用贴金箔的方式上去贴造而成，光那一根造价2780万，号称全台湾最贵的一支避雷针。那贵是贵在哪边？那总统套房的卫浴设备，然后以黄金为主题，有什么黄金马桶、黄金浴缸。